有欢喜，难免亦常有泪。我哋大家在狮子山下相遇上，总算好。呢度差少少，前面嗰度一二咧都好好啦。我哋大呢个大字唔够深。是啦，我哋大好似系落到嚟我哋嘅丹田呢一个位置，我哋大家系啦，个大字系啱啱开始用力啊，系啦，完全放松嘅状态，我哋大嚟到呢度，家个家先系推出去，好呢句呢、這个句子非常之重要吓，系即系话你能唔能够咧俾人哋一个 first impression 啊？第一印象就是在個家字上面，所以這一句呢，其他你唱不對都不要緊，這一句一定要唱對，個家字總有歡喜，難免亦常有淚，準備我們大家在獅子山下相遇上，總算是歡笑多以唏噓，难以绝无挂虑，几时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。好，觉唔觉得个同字同埋个舟字好似突然间有少少咳嗰个位啊？就是因为呢，如果我哋嗰个接驳啊，系用呢一度嚟接驳嘅话咧，个声音就会有接痕啊。但如果我哋用气息嘅接驳咧，就冇接痕。既是同舟，呢度先，呢度前，系啦。呢个横隔膜肌肉啊，发力啊，同埋嗰个同字嘅接驳咧，要近翻啲。再嚟一次呢度。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，抛弃区分求共对。呢句正，呢个同舟完全系冇。系啦系啦，要呢一个感觉。然后咧喺呢一个推咗出去之后咧，佢后半部分啊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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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原来有三个层次，点解你点样理解咧？哒哒哒哒，呢个舟字落咗嚟一卡，然后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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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呢个且共济，个且字系第三层，即系话呢个系第一层，第一层，然后 minus one minus two， 佢哋系向下，好似有三个楼梯。走落一級，走落二級，走落第三級。既是同舟，嗱個舟字落咗嚟咯，第一級。在獅子山下且共濟，個且字咧，亦都就係第三級啦，係咯，一二三，好，再嚟下。不免崎嶇，三四，難以絕無掛慮。既是同舟在狮子山下且共济，抛弃区分求共对。而家咁样嘅唱法咧，系唯一嘅一个方式咧，系令到你成个线条同埋你嘅嗰个唱出嚟嘅嗰个声音啊，有一个好好完美嘅咁样嘅好流畅嘅一个表达咧。其實不是話你把聲唔得喎，只不過你控制嘅時候咧，如果你完全用呢一度嚟到發力同埋發聲咧，嗰、那個痕跡啊太過明顯啦，咁嗰個聲音咪唔得流暢啦。但係如果你用呢一度嚟到發力嘅時候就唔同啦，嗰、那個聲音就可以有一個好連接嘅咁樣嘅一個表達啦。係差咗呢一度，發力點唔一樣，發聲都係呢度，我哋將個發力點拉咗落嚟呢度做啦。即是將佢兩個分工合作，
嚇、啊、就係、是、咁樣。俾人發力，俾人發聲。係啦，如果你發聲由佢，發力由佢，佢就唔得啦。啊嘅就會有甩甩咳咳咁樣啦。放開彼此心中矛盾，理想好靚啊！一起去追。系啦，个肌肉慢咗啊，同埋咧呢一、这个肌肉向外推嘅时候，我哋要 estimate， 嗯，我哋要估计佢嘅线条有几长喎、嗯。我哋大家呢、这个加字系比较长少少吓，再嚟一次，正确估计佢嘅线条嘅长度啊。海角天边，携手踏平崎岖，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。系啦，哥哥。理想一起去追，同舟人世相随，无畏更无惧，同穿海角天边，携手踏平崎岖。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。真系要练下好啲，知道点样铺，点样用力先得。但基本上。